第二题，买单，三二一。刷卡吗？这不是？你们是干嘛？你这在干嘛？他说别去，是你，你别我。我说你别，我说行，你来吧。接下来是下一题，生气，三二一。哎，对，你们解一下生气的程度。我很生气。这个不是，这是男女的程不一样。也，哎，那周深会给你是一样。老婆，你怎么回事？是这样吗？就生气不是大概表演成这样吗？程程也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这样吗？像那个《猫和老鼠》里那只狗一样。哇，好像。你是这个？走。回来。出来。来啊，下一题，撒娇。哎呀，周深，你生气跟撒娇一模一样。我们俩是一样，对吧？亲人。这么轻松吗？程程是怎么撒娇的？你还是这样。你跟我们生气一样。我跟你说，程程这是男人撒娇很正常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平时跟在吉娜跟吉娜？好，让我弹一会儿同情吧。今天我才练了3个小时。可能我把吉娜撒娇那动作给学到了。对，下一题 ，Michael Jackson。这人都认识啊。Jackson。你用中文吧 ，Michael 杰克逊，好不好？你别 Michael Jackson。这题，迈克尔·杰克逊，三二一。要互相开眼，朗朗哥，你啥意思？你是啥呀？你这个绝对是 Michael Jackson。我本来想做你那动作，忘了那个。别解释了，你那个是那个雕塑哥，你这个是雕塑，你是那个雕塑。来，下一题，说，洗澡，三二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一起洗过澡啊！洗澡，在一次。好的，恭喜啊，你完成一次了。来下一题，吃饱喝足，三二一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要溜达吗，姐？你想去哪儿？我这个玲姐，这个我解释一下，就是按照玲姐的生活习惯，就吃完就想躺。结合上了刚才买单，吃完了就哎别。我问你，你们吃饱喝足以后，他多坐坐，好饱啊，饱饱的，今天洗洗不得六六十吗？对啊，吃饱喝足，站都没站起来就席地而躺，是吧？爷爷餐桌上哦，在床上吃的。来下一题啊 ，rapper， 范丞丞，你俩，我们仨一样。啊，仨一样，我们俩一样。你们想复杂？你们是什么 rap 假唱 rapper？ 什么叫假？每个 rapper 不是都在拿着麦克吗？咱们 rapping 中。